大家好，我是苏联王小国，我现在在的展位是经纬机械有限公司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常州片板模王涛王总，接下来由王总为我们做一下相关产品介绍。王总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经纬机械王涛。这次展会呢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台小型的多功能试验机，可完成了挤出流言、复合等多功能的挤出成型法。那主要应用于呢各种大专院校、研究所、企业等完成挤出成型的试验或者是定制产品的加工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试验机的一个特色和亮点。这次呢我们采用的是这种交流变频的这个交流电机的一个主电机，是一台那个同向平双螺杆接出去。最大的亮点呢应该是这一块的超光流的一个减速箱，因为在加工我们改新塑料的这个采用超光流的这个减速箱呢，对材料的这个分子链破坏是最小的一种做法。那这次呢我们采用的是全西门子PLC 和西门子的一个触摸屏，挤出机呢同时带有这个真空排气装置，就是一个脱灰真空一个脱灰一个装置。试验机呢虽然小，但是呢基本上该有的部件都有啊，五脏俱全。这是一个手动的一个换网器。下面呢是采用一种标准的流言成型方式，三滚流言成型方式，其中有三根滚，两根这个压光，一根修光，片材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片材成标准的一个流言成型机。同时具备了牵引收卷的功能。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小实验机的介绍，谢谢王总，谢谢。谢谢。